来了，再加上我最近的主持有点多，所以呢我决定要来好好整理一下我的头发。那这次呢我们要来拍摄的是高级染发，比较高单价的部分，然后呢来带大家体验看看这一个高级染发到底值不值得来，那染出来的呈现效果怎么样，待会都会告诉你们哦。那现在就跟着我一起进去丽娟发型店吧， GO！现在呢，我们就开始准备要来染发。那我们可以看到我的布丁头，其实已经长得还蛮恐怖，因为我头发其实长蛮快的啦。所以呢，这次就决定来把它染一染。因为我主持上有很多绑头发需求，所以这次我也希望就是把我的头发线条感做得更漂亮一点，让头发呈现的感觉是有质感的。对，我还需要剪吗？下个月没有，因为我是想说，它每次都自动分边，这样子会显得舒服。自动分边是因为长度够了，剪的话它就无法分辨。但是交给你设计，你觉得 OK 就好。剪完头发，要把头发的层次感先做出来，所以现在头发比较轻，那也比较有线条感。那待会就要开始进行我们今天的主题，要来高级染，好期待！色的结构霜，对对对，它可以预防我们漂的时候啊，发质会确保降低收缩，一整个满满的高级感。配好颜色，还好我现在头发变短，不然等一下帮我染头发的
的是助理吗？是吗？助理会很辛苦，虽然头发变短，但头发还是很多。有刘海帮助很大啊，毕竟又不是那种很小的脸。正在等待过程，我们的设计师 David 非常的忙，同时有很多客人要服务，好，现在呢正在等待中。我们正在等待时间，大概等待时间是十分钟，是15分钟。那颜色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很漂亮，非常期待待会呈现吧，呈现的样子。我现在要来吃奶酥，好好吃哦，柠檬口味。刚点了摩斯汉堡来吃，我现在已经大概从10点半到现在已经3:41，花蛮久的时间，所以高级人反馈贵得到，因为它的工法跟程序实在是太多了，所以现在呢就是要来好好的等候一下。现在要来进行护发的环节，夏天最流行的颜色粉棕色。为什么会挑这颜色？是因为这颜色很漂亮，再来是它掉色的过程会有不同的变化，再加上如果我没有做线条感，它是不用漂的，所以这个颜色呢可以给你们。版本是啊，你就是已经跟他差不多啦，对啊，有一点像啊。你看，我们原本讨论的是这个，就是类似这样的颜色，有没有？完成了今天的造型，辛苦了。
个真的是非常花时间。那这次做出的线条感啊，我非常的喜欢，就是是我很喜欢的粉棕色系列。那也很期待接下来它掉色的过程到底可以呈现什么颜色。那这次呢，就跟大家分享这一次的染发体验。那我这一次的染发体验是属于做光线染，也叫做线条染，染的费用是7000块，给你们做个参考。那如果你们有想要染线条染的话，可以先斟酌清楚，因为它的工法跟程序真的蛮多的，从线条的挑染啊，还有到发色的上色，真的是蛮花时间的。那就给你们做个参考喽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加追踪，我们下次见。